小小故事。我会努力让一切变得容易，只要是不是
我觉得深深能感受到一个人的人生是什么。是，哦，你很有感触啊。对，能不能想对他说一说吗？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最近我在开发一部戏叫《三个愿望》，是跟碧人姐、钱财大哥还有跟 Shane 一起合拍的。那么现在在播的是《最爱是你》，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只在八频道。哎，大家要多多支持哦。谢谢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是因为生活要邀请我们今晚的聊。